哇，要怎样放得下哦？还要放锄头、铁铲、扫把、香烛，还有贡品，还有滴纳水、金漆、红漆、毛笔。哎呦，车厢带也放不下啦，还要载人呢。其实应该提到的全部不用带。至于你的早餐和鲜花，可以现场直接购买，只需要准备仙人喜欢吃的食物前来拜祭即可。锦家 ，Yes， 你可以上到富贵网站订购，来到现场直接取货。哇，哎，这里真的很美，而且这里路牌很清楚，非常容易找。嗯，而且我们还有24小时的保安服务，而且停车位充足。清明节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增加人手来维持交通秩序，就像那位帅哥一样。哇，这里很美，很宽敞啊。果然有人精心规划和长期打理就是不一样，整个氛围和环境 best。 你好，这是你预定的拜祭品鲜花还有香烛，这个就是我们为拜祭者提供最便利的服务。这样子我就不怕我的车位不够放，而且我全部东西一来到就压到扁扁的 best。 嗯，这里真的很像世外桃源呢，有山有水，很像度假的 feel。 没错，环境优美，空气清新，而且这里每天都有清洁工人来打扫的，要维持整个环境的整洁和美观。而且这里的设备一应俱全，提供桌子、插花、画宝处，全部都是有经过规划的，加上我们还有提供太阳伞哦。等一下，这是广告才有的是吗？不是，这是标配，标准的配备，由工作人员安排。 So sweet。还有很多幕后工作都有专人搞定。你知道拜山最怕就是又热又晒，然后喝了水之后就会人有三急，就会想一直忍忍忍忍。这个你就不用担心，我们整个园区有几十间厕所，而且清明节的时候还会安排流动厕所。嗯，哎，我们去吃早餐吧，走。这是你的早餐，这里除了有餐厅之外，清明期间还有餐车。来富贵山庄扫墓，体验感真的很不一样啊！原来扫墓可以那么轻松，看来下次我要常来了，这样我的爷爷奶奶一定很 happy。富贵集团用心守护您的思念，愿这个清明节充满感恩与温馨。